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鱼。我们来看一下12月15号的运势对十二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双鱼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橙色，适合休息，不适合沉迷上瘾。休息或者是做准备，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第二名牡羊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淡蓝色，适合展现自己，团队合作，不适合太懒散。今天跟大家在一起是很梦幻的，大小事情大家都可以很有默契。第三名巨蟹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紫蓝色，适合找机会或者去计划，不适合盲目行事。今天来做规划是再好不过的一天，你能规划的有声有色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需要努力的星座，第一名狮子座。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粉红色，适合尊重别人，不适合特立独行。今天你的另一半或者是合作伙伴有一点状况外，多关心关心对方，他会感激你这么做。第二名天蝎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棕色，适合理想化，不适合缜密计划。今天要让自己放轻松，随性一点，就能释放压力，让自己休息好。第三名金牛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绿色，适合出去走走，不适合完美主义。今天不要钻牛角尖，跟你身边最亲密的人去争论，那就不好了，跟他出去走走吧。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，态度优雅，你就能得到尊重。我们今天还是要一起加油哦。